梁國雄議員，主席，即係喺正話我喺度發言嘅環節裏邊咧，即係講話，即係喺紀律部隊裏邊嗰個管理嘅問題，嗰、那個呢一、這個對於權力濫用嘅問題咧，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咁而家我講嘅就係呢、這個懲教署呢個紀律部隊啦。咁我針對嘅咧係。呢、这、一個修正案編號90總目30000已決削減分目00002將總目30削減1308000元，削減大約相當於懲教署用於在囚人士職業訓練的全年預算開支咁樣。嗱，呢個當然係大家聽落去就匪夷所思啦，係咪？你呢個你點解削減人哋啦？人哋即係做呢個職業訓練有咩唔好呢？咁樣嗱，做職業訓練嘅呢一個目的係咩呢？就係等佢揾到嘢做嘛，係咪？即係話既然間你係寓懲於教，係咪？即係話我唔係懲處你嘅，主要係令到你更新嘅話。即係入到嚟嘅時候咧，係教育你嘅話，教職業係啱嘅。但係主席，我相信我講出嚟，你都覺得好奇怪。當我哋立法會議員問佢，喂，到底你教咗人咁多嘢之後，咁出去嗰啲人咧就業率係點啊？即係話學咗你嗰門技術有冇用到啊？咁懲教署嗰個答案咧就好得意哦。唔好意思喎，因為佢哋做即係放咗監之後咧，我哋管佢唔到嘅，所以我哋冇辦法知道佢呢一個揾唔揾到嘢做，或者有冇用嗰個技能揾嘢做。嗱，主席，呢、這個就係問題。嗱，第一，如果你唔知嗰啲人有冇嘢做，或者佢係咪靠你嗰個技能揾嘢做，咁我問你啦，係咪？呢、這、一個你點知道你嗰個果效係咩呢？呢、这個真係木宰羊嘅。我知道一個人出咗嚟之後係冇必要係去懲教署嗰度報告做咩嘅。但係主席喺呢個社會調查方面有一個叫跟蹤調查，你可以同佢講話：喂，我做一個調查，我跟你一年或者兩年，睇下你就業嘅狀況係點嗱。呢啲咁嘅錢係值得使嘅。如果我哋要撥錢俾佢去做一啲漫無目的嘅在囚人士職業訓練嘅話，嗱呢一點咧，我已經同佢講過，我都問過，喂，咁你要證明到底你嗰個職業訓練係點嘅先得㗎？嗱，所以呢度啲開支咧，可以講係咧白使嘅，即係話我哋係冇辦法喺撥錢俾佢之後咧，知道佢嗰個果效得唔得嘅，嗱。好簡單，呢、這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嗱講明啊，香港組織社區組織協會 SOGO 啊，係一個唔係衙門嚟嘅，係一個民間機構，佢做咗一份更新人士就業障礙研究，嗱你睇下啦，高下立見，人哋係千方百計去揾一啲識籌去睇下。佢出獄之後，到底你揾唔揾到嘢做啊？咁樣嗱，呢份文件咧係羅列曬好多裏面嘅嘢，我都唔一一去引述啦。嗱，其實好簡單，喺呢一個佢訪問嗰啲在囚方面嘅咧，喺表即係、就是、有 31.6% 受訪者表示有興趣參加電腦班，31% 表示有興趣參加公開考試及職業訓練，但係咧個結果就係冇人參加個電腦班，咁咧就只有2.5% 受訪者咧曾參與訓練或專業試，雖然間。懲教署指在囚工作為技能訓練，實際上只為體力勞動工作。嗱，即係個意思就係點樣呢？
即是说如果你想是在这个惩教处里面提供 的这个职业训练去这个找到份工作，你真的不用旨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惩教处提供的职业训练呢是聋人的耳朵，是摆设来的。即是说喂，做开就做咯，啊，十年之前做那行是整蜡烛的。嗱，我俾如果讲句不好听啊，如果惩教处以前是开过这个整蜡烛和整火柴的工厂呢，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议员在这里做呢，他现在继续整蜡烛和火柴。因为曾经呢蜡烛和火柴都是本港最好的工业。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嗱，所以其实如果只要他们是稍微好似 Sogo 咁样去睇一睇嗰啲囚犯，即係想更新嘅人，唔更新唔紧要啊，你又去洗完烟，洗即係去洗衣房，洗完之后咁攞咗啲人工去买烟食啊，买糖食，我都试过啦，係咪？我坐监㗎嘛，好多人都觉得冇所谓，挨过就算啦，出到去好世界。但如果你真係要我哋俾公帑落去做一个所谓職业训练，尤其是如果我哋即係将嗰个监狱处变咗惩教处，又將嗰啲職囚叫做更生人士嘅話，喂哥，名不副實啊嘛，係咪？證明所至其實難副啊嘛，係咪？啊，局長，係咪？最差就係咁噶啦。嗱，咁所以我話唔俾錢佢咧，有原因嘅喎。即係話點解唔俾錢佢咧？就係而家再做嘅嘢係冇意思嘅，重新係去思考一個問題。仲有主席，你做過教育，你本來教即係做教育嘅人。教育嘅人係咩呢？就係話你對於受教嘅人有教無類㗎嘛，與老君尖㗎嘛，冇你唔好理佢想中學乜嘢，佢想學嘅咪俾佢學囉。而家喺我哋嘅懲教處裏面啊，主席係冇一個囚犯係可以讀成年人嘅教育。即係舉個例係咩呢？主席，如果我今日想參加高考，係冇辦法喺呢個懲教處裏面有一個日間正常嘅教育教我考高考，啊，唔好講話其他嘅教育啦。喂，咁你係咪嘥錢咧？你成日叫佢嗰啲人根本學咗又冇用，都唔想學嘅。譬如講，你個學鬥木，鬥木出嚟揾唔到食噶嘛？而家我想學電腦，我想做改圖。嗱，喺呢點上面，我覺得單止喺呢上面，其實我成沓嘢讀，因為我費事煩主席，等佢容易一聽到尾。在这点上面呢，其实只要惩教处是能够好像 Sogo 这样一个民间的团体这样去做一些追访，你就知道你的所谓用于在囚人士职业训练的果效是如何。你有政策目标的嘛，不是说喂我使了1000元，所以呢就俾到5个人嘅訓練係鬥木咁樣，咁啊真係好啦，200元一個，犀利。其實我哋講嘅果效就係話，一定係要揸緊喺更生嗰度，喺就業嗰度。嗱，主席，呢、這、一個根據呢、這、一個同一份嘅呢一、這個呢、這個調查顯示咧，由於呢一個更生人士面對就業嘅嚴重嘅就業障礙啦，所以佢哋重犯率係非常之高啦。即係話佢哋嗱，講句唔好聽，入閘同出閘嗰個過程裏面，入咗去出翻嚟，而家好似我哋政改咁，入閘同出閘，入去容易啊，出翻嚟難啦，即係改過嗱。所以佢呢個犯事率咧係非常之高嘅，係達到咧 41.6% 再犯率。主席，咁我哋嘥咁多錢做呢個職業訓練，以更生為目的，以佢哋透過學習一個技能，佢有興趣嘅技能，同埋係出嚟幫助佢就業為目標，嗰啲錢使咗係咪抌落鹹水海咧？即係話訓練兩個人，有一個人是重犯。当然这些东西不是不一而足的，不是只是说因为你没有技能，当然有那些 你犯事犯了事被人问你有没有犯事，那是另一个问题，是更新的问题，我不在这里讲的了。
係咪？但係個問題，如果喺呢一點上面咧，我覺得即係喺度大聲疾呼，真係我要請教呢、這、一個呢一、這個呢、這個懲教處，佢對唔對得住我哋批錢俾佢？係咪？學過咁多年都一樣，學嗰啲過去嘅技能，其實如果真正係能夠幫助到佢去做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好簡單，你問 Sogo 或者係去做呢一個囚犯嘅即自愿去俾個調查你嗱，俾調查咧，董事主席好簡單嘅，冇一個人係鍾意俾人調查嘅，但係你有獎賞咪得咯嗱，喺呢個教喺呢個懲教處裏面咧，我嗰陣時坐監咧就係、是、去教堂有一口煙，咁咪去教堂咯。一包煙就任你分，咁所以嗰日少啲人信耶穌呢就多啲利益，咁一見到少人呢個個都信耶穌㗎啦。嗱而家我個講法係咩點呢，就係話如果你將呢啲錢全部職業訓練嘅錢唔要，反而做一個獎勵計劃，點樣講呢，就係話我俾你讀，嗱你讀呢個知識又好，讀呢個其他嘅課程又好，我公書教學養大你，你可以日間唔做嘢，因為點解呢，大家好唔明白一個人嘅讀書其實好辛苦嘅，你知唔知啊，主席？囚犯真係好過癮嘅喎，如果做完洗完衫食口煙，跟住去睇金融咁啊瞓覺咁過癮啦。讀書係好辛苦嘢嚟噶嘛，如果有個人寧願讀書嘅時候，你俾佢讀咯，佢中意讀乜都好，呢、這個就係對佢嘅獎賞，亦都係俾個機會佢，咁你就可以測試到啦。即係話。你如果真係有一日有人即係佢而家得20%想用電腦，即係想學電腦，就俾佢學囉。嗰啲技師唔好成日都係嗰啲三行佬啊，嗰啲過咗期嘅，即係喺出面都揾唔到嘢撈嘅人就去做。你俾佢做呢、這個就係獎賞嚟嘅。你只要做咗一樣嘢之後呢，你喺唔同嘅環頭裏面你見到成個 range。再然後再委託 Sogo再做一做呢班嘅學咗嘢，有個獎賞嘅，話明係獎賞嚟㗎，係唔同嘅，因為你肯讀書，所以我俾你更新。其他人覺得我入咗嚟係捱過咗出去，繼續做我以前嘅嘢，或者我繼續做一個唔更新嘅人都唔緊要。只要你做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哋成個嘅呢一個懲教署在囚人士職業訓練嘅全年嘅預算開支用落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唔同嘅呢一個一個方法。嗱，主席你唔好誤會，在囚人士職業訓練咧，唔係話佢喺裏面做嘅嘢，你明唔明？做嘅一定要做噶。譬如而家我抽到，我俾人派咗去倒垃圾嘅，倒垃圾嗰、那個一定唔係在職訓練嚟嘅。即係話佢係唔會影響到呢一個懲教署日常嘅運作，只不過係喺更新嗰個過程裏面，你俾職業訓練嗰度呢係用獎賞嘅計劃。嗱，主席你都聽過預言啦，如果你係想人剝衫，你刮大風人哋梗係穿多件衫啦，你一出太陽咁咪剝衫囉，你想人剝衫咋嘛，你唔使刮大風搞到人哋好痛。所以其實如果你話預教於情，實際上一定係咁樣。咁所以我自己作為一個坐監人，我見到裏面真係有啲人係讀得書嘅，就苦於冇話讀書。嗱，主席話講翻轉頭，佢係準你讀夜校嘅，係準你讀夜校嘅，即係話你自己走去讀嗰啲校外課程，佢唔會禁止你嘅，亦都係招牌菜。即係如果有一個出到一個狀元咧，佢就賣報紙噶啦。喂，但係個問題唔係咁啊嘛，唔係話你嘥咁多錢去做一啲無謂嘅訓練啊嘛。老實講，監獄係能夠最能夠鍛鍊人嘅意志嘅地方，但我話俾你聽，可以講唔係100%，20%都好多。咁你咪為嗰20% 嘅人做嘢囉，何必求全，何必求大，係咪？所以其實喺呢點上面呢，我呢個發言呢，你可能覺得講咗15分鐘係只可以講單一個題目，其實真係成個問題就喺度。如果我哋真係即係懲教是寓情於教的話呢，你一定要幫助那些肯向上的人，肯學習的人，你要協助他去更新，是吧？如果不是你就同埋咁多巡下嘛，大家要做嘢。所以主席，我今日為了我撞到的10年前的囚友，他今日都已經做了碩士了，
我希望有第二個人都做到碩士，就唔需要咧係夜晚喺度挑燈夜讀，係日頭讀到課程。如果你每段發言都係好似呢段咁，我唔會話你離題或者重複。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